突然有一个声音是一个章鱼在小虎队里面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哎，他是 solo， 其他人都是和声。特色声线都不相同的 A Team， 让老师在写歌的过程中陷入极大瓶颈，决定让团员先上歌唱默契课，学习如何让五个人的歌声更加契合。妈咪妈咪妈，妈咪妈咪妈，妈咪妈咪妈，我是。主要这堂课是否你的声音的默契，因为你们有五个人，表示就会有五个人的声线。这堂课就是要来修你们五个人的声音，如果在同一首歌里面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契合度和默契。你们默契吗？还没啊，还好，默契。彼此认识很久了吗？还好。老师如果太高可以降 key 吗？啊，太高可以降 key 吗？当然 OK 啊，没问题。我们自己定一个 key， 然后老师听看看。那雨萍先。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静静的把它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不用害怕失言。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你们有听过和声这种东西吗？有。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言。想忘记我也能适应。哇，这个默契。和声最主要是除了听音乐以外，你还要听那个主旋律的 OK 一个 vocal， 最好我们不要唱得太重，然后第二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主唱。老师说你那和声是 高三度还是怎么样？你要高三度，很像包着它，你要克制。可是我找不到那个 key， 来高兴一下。看得出来，你刚刚好茫然。来，一首一，可以高一点哦。一。一首，你有在演吗？没有。放轻，放气，然后呢，你可以走。你老师，老师说。失眠。对，这个 key 会不会对你们来说有点高，对不对？还好，还好，还行吗？嗯 ，OK 吗？我说你是很硬，我还好。我睡到还没睡醒。准备来挂 Brinky， 飞往下个城市，躲不到众家媒体摄影机，望着起程往高峰，黄金海等我操控。OK， 你们常会知道 rap 很常会有这种 double 的东西，但是歌声也可以。原本连一丁点默契都完全没有的 A Team， 透过老师反复的训练，以及随着上课过程中彼此学习，感情逐渐升温的过程中，似乎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最后才说再见，你送来的眼泪让它留在雨天。哦，如果你画的线，我点了勇气的终点。OK， 哎呦，有没有感受到每一个人的声音在这样的一个歌曲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感觉跟不同的位置？We are the A Team, We are the A Team.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稍微个人表现一下，看一下每一个人的程度到什么地方。
季家聪、季雅琪，为什么要找这种团队给我？你为难自己就算，你还为难我，用坚持这件事情，坚持要做到一万遍，够凶了吧？你应该跳一百遍，我们跳一万遍，一万遍，一万遍。听说你们上次是评比最后一名嘛，对不对？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是了，因为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到。我先好，抓好，好，谁是好，轻松甩，轻松，好，等下抓住，对，抓住，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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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吸气，吸气，后退，后退。他们加油！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这样起太难看了，太丑了。超美，超美。为什么那么帅的动作，你搞得好像聊斋娶亲了，好不好？鬼新娘啊！好好认真一点。对不起 ，AT 换队员，谢谢。你下面那个抖，因为我刚才做太多。开始飘飘飘，开始悄悄悄，整个世界都为你的心在跳，老子不重要，阿拉妈妈叫。喂，你这个会动吗？老师，没问题。六级了，脊椎碰脊椎，我爸教课的。会穿的。他超懂。没用，年轻人没用，没用。好的好的好的，哇！我们可以练一下身体，有够弱的。你觉得当兵需不需要？需要嘛？当兵去做什么？四海游龙。贴什么锅贴？几分？十分。分哦，哎呦，笑死！你好烦哦。来。对 ，OK。一、二、三，哦，对，没有滑到。一、二、三，踩过了，他只是踩一下。拉出去，刚好拉回来。海浪滔滔啦，海浪滔滔，我不怕。海浪滔，OK。他是跳了，跳了。哎，对，了解，他就借那个力量 hold 着，就是你把盯住。我们希望可以每一个人有一招，每等于是有五招就对了。以后每次表演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特别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谁？蹦蹦蹦蹦 ，Ping， 好，这个 Sprite 这样子。其他团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啦，不会做这种笨的事情。因为我这我有点挫折，为什么？这不是我的那个擅长。六角弯钩，六角弯钩，很爽的。你看这个动作，没力了，好，转一下，所以歌都收不到，什么歌？他们一定要快歌吧？对啊，就是因为他们要比舞蹈。其实他们离这个真正要可以录歌啊，可以表演，这还是有点差距。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喜欢唱歌的阶段。好像写难一点，其他人唱不了。对。如果还是那种 metal 的歌的话，可能他们都不太撑不住。嗯。对，就变慢了。对。对，可能这就可以让会唱的稍微可以表现，反正先做一首歌。对啊。对啊，如果观众朋友们还喜欢的话，那可能就有机会。嗯。
mak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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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it,